你最喜欢吃什么辣条？我想回忆小时候的味道。韩公又不敢吃的。好吧，老公去做一个最大的辣条给你吃。 你拿这个给我干嘛？阿姨，你听我说，这是我在支付宝搜索几次的钱，免费领的几次卡，用它全国加油七折起，加200的油农便宜好几十，德克士、 COCO 奶茶等300加上亿5折起，淘宝、拼多多、网购2折起，卡我送给你，还送给我好不？啊！ 来，老婆，辣条做好了。哇，这么大的辣条！吃吧。哇，好辣呀！来，喝水。哎呦我的妈！过来吃一点啊。